朋友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十四案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4年11月9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草案等三案。会议由召集委员陈碧涵担任主席，邀请文化部部长洪孟奇列席说明并被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逐条讨论，完成本案审查，另通过附带决议二项。本案审查完竣，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陈召集委员碧涵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召集委员陈委员碧涵做补充说明，不在场。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给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无异议就通过。本案就建议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草案名称，请宣读名称及第一章及第一条。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保存保护及管理水下文化资产，建构国民与历史之联系，发扬海洋国家之特质，并尊重联合国保护水下文化资产公约与国际相关协议之精神，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本案会名称照审查会名称通过。第一章及第一条照审查会章名及条文通过。第二条。第二条，本法之主管机关为文化部，本法锁定事项涉及其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执掌者，由主管机关会商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宣读完毕。第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条。第三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水下文化资产，指以全部或一部且周期性或连续性位于水下，具有历史文化、考古艺术或科学等价值，并与人类生活有关之下列资产：一、场址、结构物、建筑物、器物及人类遗骸，并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脉络及自然脉络；二、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载具及该载具之相关组件或装载物，并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脉络及自然脉络；三、具有史前意义之物件。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目的之活动，指出于保存、保护、管理、研究或教育之目的，以水下文化资产为主要标的所进行之实地调查、研究、发掘及其他可能干扰或破坏水下文化资产之行为。三、非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指非以水下文化资产为主要标的，但仍可能造成其干扰或破坏之行为。四、国家船舶或航空器，指属于某特定国家政府所有或由其使用，且在沉没时作为政府非商业目的使用，并符合水下文化资产定义之军舰、其他船舶或航空器。五、商业开发，指以盈利为目的所谓买卖、互易或其他方式交易水下文化资产，或进行之打捞及其他行为。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条。第四条，任何涉及水下文化资产之活动，应避免不必要干扰人类遗骸或历史悠久之遗址。水下文化资产不得作为商业开发之标的，但为协助公众亲近教育宣导，经主管机关事前核准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还有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条。第五条，主管机关应进行水下文化资产之普查，或就个人团体通报之疑似水下文化资产，依本法锁定程序调查、研究及审查后，予以列册及管理。宣读完毕。委员会第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条。第六条，主管机关应建立水下文化资产调查、研究、发掘、保存及修复之完整个案资料，依档案法及其相关法令规定永久保存。其项资料，主管机关应以适当方式公开之，但资料公开将造成水下文化资产之损害，或有不利其保存、保护及管理之余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条。
第7条，中央主管机关得指定水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专责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发掘、修复、教育、宣导、国际合作及其他水下文化资产活动。宣读完毕。第7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8条。第8条，主管机关应召开水下文化资产审议会，进行下列事项之审议：一、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活动之申请；二、就其他非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与其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间之协调管理事项；三、水下文化资产之列册与管理；四、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之划设；五、其他有关水下文化资产保存之重大事项，其项审议会之组成、运作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8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9条。第9条，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之开发行为或政府机关构与公营事业机构于测定或核定涉及水域之开发利用计划前，应先行调查所涉水域有无水下文化资产或疑似水下文化资产，如有发现，应即通报主管机关处理，其项开发利用之范围与认定、调查与处理方式及程序，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9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10条。第10条，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于核准或许可涉及海床或堤土之活动前，应先通知主管机关，其项活动之项目、内容、范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会商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10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11条。第11条，主管机关为推动水下文化资产保存工作，应进行各项水下文化资产专业人才之培育，其项专业人才培育之项目、方式、程序、考选、评核、运用、撤销、废止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会向有关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11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12条。第12条，主管机关应推广各级学校水下文化资产保存之教育，其相关实施与鼓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教育部定之。宣读完毕。第12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13条。第13条，任何人发现疑似水下文化资产时，应即停止该影响疑似水下文化资产之活动，维持现场完整性，并立即通报主管机关处理，但为避免紧急危难或重大公共利益之必要，得不停止该活动，并应于发现后立即通报主管机关处理。其项疑似水下文化资产如已出水者，应立即送交主管机关处理。主管机关接获第一项通报后，得采取下列措施：一、限制或暂停该水域特定范围内影响该疑似水下文化资产全部或一部之活动；二、进行必要之调查研究及其他相关水下工作；三、于发现地所涉水域内划设暂时保护区，其项第3款暂时保护区准用第28条至第33条规定，其期间以2年为限，但必要时得延长一次，期满失其暂时保护区之效力。主管机关依第3项规定采取之措施，于必要时得请求海岸巡防机关依其职权协助之。宣读完毕。第13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14条。第14条，民法无主物、遗失物、埋藏物、拾得漂流物或沉没品之规定，或其他海商法、海事法等有关物之发现、打捞之相关法令，于涉及水下文化资产之打捞或主权主张时，不适用之。宣读完毕。第14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2章及第15条。第2章，权力归属及国际合作。第15条，与中华民国内水领海内发现之水下文化资产，除经声明主张权属之外国国家船舶或航空器外，属于中华民国所有，中华民国于行使主权时拥有规范授权或许可于中华民国内水领海内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的专属排他管辖权。第1项，外国之国家船舶及航空器主管机关得依
国际惯例，就保护该船舶及航空器之最佳方式进行国际合作，并将所发现可认出其所属国籍者通知其注册国，必要时并得通知与该船舶及航空器有文化、历史或考古等方面相关联之其他国家。宣读完毕。第二章，那章名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六条。第十六条，中华民国拥有规范授权或许可禁止于中华民国临接区内、专属经济海域内及大陆礁层上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活动的专属排他管辖权。主管机关对在中华民国临接区、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礁层上所发现之水下文化资产或拟就水下文化资产进行考古之活动时，得依下列程序为之。一、与依相关国际公约提出声明之国家共同自商保护该水下文化资产之最佳方式；二、作为协调国对前款自商进行协调。中华民国作为前项第二款协调国时，得采取下列措施：一、实施包括中华民国在内之所有自商国一致同意之保护措施；二、实施符合前款规定及相关国际公约规则之保护措施；三、对水下文化资产进行必要初步研究，并得及时通知相关国际组织。宣读完毕。第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七条。第十七条，主管机关在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礁层外之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发现疑似水下文化资产或进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时，准用前条第二项规定。宣读完毕。第十七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十八条。第十八条，中华民国国民或中华民国国籍之船舶船长，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海域内大陆礁层上发现疑似水下文化资产，或有意进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时，应即通知主管机关。中华民国得就前项发现或活动通知相关国际组织或该其他国家。宣读完毕。认为第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九条。第十九条，于外国内水群岛水域、领海临接区、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礁层上发现之水下文化资产，与中华民国确有文化、历史或考古等方面之关联时，中华民国保有文化、历史或考古等方面起源国之优先权利，主管机关并得向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表示愿意参与保护该水下文化资产之资商。宣读完毕。认为第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条。第二十条，任何人违反本法所取得之水下文化资产，不得运出中华民国领域，或在中华民国领域内运输、持有、陈列或贩卖，经查获并扣留之前项水下文化资产，主管机关应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之。其为中华民国所有者，主管机关应指定其保存或典藏机关购；非为中华民国所有而与他国确有可证实之文化、历史或考古等方面相关联者，主管机关应加以记录保护及采取合理措施保持其最适状态，并得通知该国家。宣读完毕。为第二十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中华民国为保存、保护及管理水下文化资产，得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签订双边、区域、多边协定或国际文件。主管机关得就水下文化资产之调查、研究、发掘、保存、通知及相关技术等事项进行国际合作。宣读完毕。第二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章及第二十二条。第三章，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第二十二条，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其进行前应由学者、专家、学术或专业之机构或团体提出水下文化资产活动计划，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使得为之。
前项申请人为外国人者，应与我国学术或专业机构合作，使得申请。申请人于核准之活动进行期间，应依核定计划内容，定期制作活动报告，送主管机关备查。第一项活动进行之资格限制、活动核准之申请条件、方式、范围、期限、计划内容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章，章名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二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应受主管机关之监督，前项水下文化资产活动之作业方式、相关作业人员之资格、现地保存方式、出水方式、发掘出水后保存或保护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二十三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进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遇有水下文化资产紧急保护必要者，应立即通报主管机关，并采取下列必要措施：一、立即停止相关活动；二、进行暂时性保护，并于工作完成后制作报告书送主管机关备查；三、请求主管机关协助。宣读完毕。第二十四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主管机关为监督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得派员或委托专业机构到场实施检查，受检人员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前项受检人员有规避、妨碍或拒绝行为之余，主管机关得请求海岸巡防机关或有权管辖之警察机关协助。宣读完毕。第二十五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主管机关得委任其所属机关构委办地方自治团体或委托其他机关构民间团体或个人办理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前项受委任委办或受托之机关构地方自治团体民间团体或个人于进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前，应依第二十二条规定办理。宣读完毕。那么第二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邱文燕等提案第十章不予采纳。委员邱文燕等提案第二十条不予采纳。委员邱文燕等提案第二十一条不予采纳。委员邱文燕等提案第二十二条不予采纳。请宣读第十章及第二十七条。第四章，水下文化资产之现地保存。第二十七条，水下文化资产应以现地保存为原则，前项现地保存得以列册管理、划设保护区或其他适当保存方式为之。宣读完毕。第十章，章名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二十条，二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主管机关经水下文化资产审议会之决议，任其应以保护区方式保护特定水下文化资产者，应会向有关机关于该水域范围内划设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并办理公告限地保存之。前项保护区划设前，主管机关应邀请与该保护区所在水域有利害关系之人民或团体召开公听会或说明会，前二项保护区之划设基准、分级范围、变更废止与其程序、说明会之办理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以其他方式限地保存之文化资产，准用前三项规定。宣读完毕。第二十八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主管机关得请求有关机关以浮标航道助导航设施、海图全国海域管理计划或其他方式标示已公告之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位置，或其他已限定限地保存之水下文化资产位置。宣读完毕。第二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条。第三十条，主管机关应就已公告之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会向有关机关订定管理保护计划，并进行管理保护。前项管理保护计划内容应包括下列事项：一、基本资料、位置、面积、水下文化资产内涵、研究概况及范围图示；二、分级范围；三、权责规划及通报机制；四、日常维护、环境景观之保全维护及记录；五、紧急维护。
自然或人为破坏之预防及紧急灾害之处置；六、教育及宣导文宣之资料之制作展示及教育活动；七、经费来源；八、委托管理规划；九、其他管理保护有关事项。前二项所指管理保护计划之拟定、审议、公开展览、管理方式、委托管理者之资格条件、委托之程序、期限、终止、监督及检讨基准等事项之实施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其他以现地保存之水下文化资产，准用前三项规定。宣读完毕。第三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进入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者，应经主管机关许可。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内，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为下列行为：一、打捞水下文化资产；二、使用爆炸物；三、从事拖网下锚；四、探勘或采集矿物；五、铺设电缆、管道设施或结构；六、排泄废污水油、废弃物或有害物质；七、开挖浚升航道及施作海洋工程；八、潜水；九、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禁止之行为，为维护国防安全或避免紧急危难之必要，得不受前二项规定之限制。行为后应立即通报主管机关，但涉及军事机密或国防机密者，无需通报。为重大公共利益或学术研究之必要，经主管机关许可者，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禁止于进入与禁止行为许可之申请条件、期限、审议程序、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水下文化资产保护、水下文化资产管理保护及违法事项之处理，主管机关得请求海岸巡防机关协助。宣读完毕。第三十二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主管机关为社会教育之目的，得于不侵扰水下文化资产保存保护及管理下，得开放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之全部或一部，提供公众观览。前项提供公众观览所设范围、观览方式、监控机制及其他相关事项，应纳入第三十条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管理保护计划中，据以实施。宣读完毕。本会第三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章及第三十四条。第五章发掘出水。第三十四条，水下文化资产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发掘出水：一、涉及我国之国家历史定位或认同；二、欠缺该水下文化资产会影响人类历史解释之完整；三、具重大商业交易价值，非发掘出水不足以保护；四、未进行水下文化资产调查研究之必要；五、因情况急迫或其存在环境变更，致非发掘出水不足以保存、保护或管理；六、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有发掘出水必要之情形。宣读完毕。本会第五章章名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三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进行前条发掘行为者，除应依第二十二条规定办理外，应同时提出水下文化资产保存维护计划，并应优先使用非破坏性之技术及勘测方法。水下文化资产之发掘出水方式或紧急处理方式，应由水下考古、水下作业及保存科学等专业人员共同参与。宣读完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发掘出水之水下文化资产及其发掘记录，应于主管机关指定期限内列册呈报。前项水下文化资产，应依主管机关指定之方式保存维护，必要时主管机关得指定保存或典藏机关构予以保存维护。主管机关得自行或委任其所属机关委办地方自治团体或委托其他机关构、民间团体或个人办理发掘出水之水下文化资产之展览、教育或推广活动。宣读完毕。本会第三十六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六章及第三十七条。第六章罚则。第三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金。
一、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窃取水下文化资产；二、毁损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或暂时保护区内之水下文化资产；三、违反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将中华民国所有之水下文化资产运送出境；四、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未经主管机关核准进行水下文化资产活动；五、违反第二十二条第四项锁定办法规定，将水下文化资产发掘出水。其项之未遂犯罚之，犯第一项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均没收之，其全部或一部无法没收时，追征其价额或以其财产抵偿之。宣读完毕。本会第六章张明肇事杂为张明通过。第三十七条肇事杂为条文通过。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应执行职务犯前条第一项或第二项之罪者，除依前条规定处罚其行为人外，对该法人或自然人亦可以同条所定之罚金。宣读完毕。第三十八条，肇事杂为条通过。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锾：一、违反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运输、持有、陈列或贩卖水下文化资产；二、未依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申请核准、逾越核准内容，或未依主管机关核准之计划进行水下文化资产活动；三、违反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于发现水下文化资产或疑似水下文化资产时，仍持续从事影响水下文化资产或疑似水下文化资产之活动，致破坏现场完整性；四、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二项或违反第十三条第四项准用第三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有前项第二款之第四款情形之一，经主管机关命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或未依改正事项改正者，得按次分别处罚至改正为止。宣读完毕。第三十九条，肇事杂为条文通过。第四十条。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锾：一、违反第十三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发现疑似水下文化资产未立即通报主管机关处理，或疑似水下文化资产已出水者，未立即送交主管机关处理；二、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规避妨碍或拒绝检查；三、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一项或依第十三条第四项准用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未经主管机关许可进入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或暂时保护区。宣读完毕。第四十条，肇事杂为条文通过。第七章及第四十一条。第七章负责。第四十一条，因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或前条各款行为之一，致水下文化资产受损害者，主管机关得依民法及其他相关法令规定，向各该条款规定应负责任人请求损害赔偿。其他海域活动致水下文化资产受损害者，一同前项损害赔偿。前项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所失利益及恢复原状所需支出之各项费用。宣读完毕。第七章张明肇事杂为张明通过。第四十一条肇事杂为条文通过。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对于水下文化资产保存、修复、保护、管理、人才培育及教育宣导工作有贡献，或经核准进行各类水下文化资产活动处有绩效者，主管机关得给予奖励或补助。前项奖励或补助之范围、方法、内容、基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四十二条，肇事杂为条文通过。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本法施行细则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四十三条，肇事杂为条文通过。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第四十四条，肇事杂为条文通过。全案经经过二读，请委员会可否继续进行三读？没有意见就继续进行三读。现在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保存、保护及管理水下文化资产，建构国民与历史之联系，发扬海洋国家之特质，
并尊重联合国保护水下文化资产公约与国际相关协议之精神，特制定本法。第二条，本法之主管机关为文化部，本法锁定事项涉及其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执掌者，由主管机关会商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第三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水下文化资产，指以全部或一部且周期性或连续性位于水下，具有历史文化、考古、艺术或科学等价值，并与人类生活有关之下列资产：一、常指结构物、建筑物、器物及人类遗骸，并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脉络及自然脉络；二、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载具及该载具之相关组件或装载物，并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脉络及自然脉络；三、具有史前意义之物件。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指出于保存、保护、管理、研究或教育之目的，以水下文化资产为主要标的所进行之实地调查、研究、发掘及其他可能干扰或破坏水下文化资产之行为。三、非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指非以水下文化资产为主要标的，但仍可能造成其干扰或破坏之行为。四、国家船舶或航空器，指属于某特定国家政府所有或由其使用，且在沉没时作为政府非商业目的使用，并符合水下文化资产定义之军舰、其他船舶或航空器。五、商业开发，指以盈利为目的所为买卖、互易或其他方式交易水下文化资产或进行之打捞及其他行为。第四条，任何涉及水下文化资产之活动，应避免不必要干扰人类遗骸或历史悠久之遗址。水下文化资产不得作为商业开发之标的，但为协助公众情景教育宣导，经主管机关事前核准者，不在此限。第五条，主管机关应进行水下文化资产之普查，或就个人团体通报之疑似水下文化资产，依本法锁定程序调查、研究及审查后，予以列册及管理。第六条，主管机关应建立水下文化资产调查、研究、发掘、保存及修复之完整个案资料，依档案法及其相关法令规定永久保存。前项资料，主管机关应以适当方式公开之，但资料公开将造成水下文化资产之损害或有不利其保存、保护及管理之余者，不在此限。第七条，中央主管机关得指定水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专责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发掘、修复、教育、宣导、国际合作及其他水下文化资产活动。第八条，主管机关应召开水下文化资产审议会，进行下列事项之审议：一、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活动之申请；二、就其他非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与其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间之协调管理事项；三、水下文化资产之列册与管理；四、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之划设；五、其他有关水下文化资产保存之重大事项。前项审议会之组成、运作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九条，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之开发行为，或政府机关购与公营事业机构于测定或核定涉及水域之开发利用计划前，应先行调查所涉水域有无水下文化资产或疑似水下文化资产，如有发现，应即通报主管机关处理。前项开发利用之范围与认定、调查与处理方式及程序，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第十条，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于核准或许可涉及海床或底土之活动前，应先通知主管机关。前项活动之项目、内容、范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会商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第十一条，主管机关为推动水下文化资产保存工作，应进行各项水下文化资产专业人才之培育。前项专业人才培育之项目、方式、程序、考选、评核、运用、撤销、废止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会商有关机关定之。第十二条，主管机关应推广各级学校水下文化资产保存之教育，其相关实施与鼓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教育部定之。第十三条，任何人发现疑似水下文化资产时，应即停止该影响疑似水下文化资产之活动，维持现场完整性，并立即通报主管机关处理。但为避免紧急危难或重大公共利益之必要，得不停止该活动。
并应于发现后立即通报主管机关处理。前项疑似水下文化资产如已出水者，应立即送交主管机关处理。主管机关接获第一项通报后，得采取下列措施：一、限制或暂停该水域特定范围内影响该疑似水下文化资产全部或一部之活动；二、进行必要之调查研究及其他相关水下活动；三、于发现地所设水域内划设暂时保护区，请向第三款暂时保护区准用第28条至第33条规定，以其期间以2年为限，但必要时得延长一次，期满是其暂时保护区之效力。主管机关依第三项规定采取之措施，于必要时得请求海岸巡防机关依其职权协助之。第14条，民法无主物、遗失物、埋藏物、拾得漂流物或沉没品之规定，或其他海商法、海事法等有关物之发现、打捞之相关法令，于涉及水下文化资产之打捞或权利主张时，不适用之。第2章，权利归属及国际合作。第15条，与中华民国内水领域内发现之水下文化资产，除经声明主张权属之外国国家船舶或船或航空器外，属于中华民国所有，中华民国于行使主权时拥有规范授权或许可于中华民国内水领海内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的专属排他管辖权。第1项，外国之国家船舶及航空器，主管机关得以国际惯例就保护该船舶及航空器之最佳方式进行国际合作，并将所发现可认出其所属国籍者通知其注册国，必要时并得通知与该船舶及航空器有文化、历史或考古等方面相关联之其他国家。第16条，中华民国拥有规范授权或许可，禁止于中华民国临接区内、专属经济海域内及大陆礁层上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活动的专属排他管辖权。主管机关对在中华民国临接区、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礁层上所发现之水下文化资产或拟就水下文化资产进行考古之活动时，得依下列程序为之：一、与依相关国际公约提出声明之国家共同自身保护该水下文化资产之最佳方式；二、作为协调国对前款自身进行协调。中华民国作为前项第二款协调国时，得采取下列措施：一、实施包括中华民国在内之所有自商国一致同一之保护措施；二、实施符合前款规定及相关国际公约规则之保护措施；三、对水下文化资产进行必要初步研究，并得及时通知相关国际组织。第17条，主管机关在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礁层外之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发现疑似水下文化资产或进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时，准用前条第二项规定。第18条，中华民国国民或中华民国国籍之船舶船长，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海域内大陆礁层上发现疑似水下文化资产，或有意进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时，应即通知主管机关。中华民国得就前项发现或活动通知相关国际组织或该其他国家。第19条，与外国内水、群岛水域、领海、临接区、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礁层上发现之水下文化资产，与中华民国确有文化、历史或考古等方面之关联时，中华民国保有文化、历史或考古等方面起源国之优先权利，主管机关并得向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表示愿意参与活动该，表示愿意参与保护该水下文化资产之资商。第20条，任何人违反本法所取得之水下文化资产，不得运出中华民国领域，或在中华民国领域内运输、持有、陈列或贩卖。经查获并扣留之前项水下文化资产，主管机关应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之。其为中华民国所有者，主管机关应指定其保存或典藏机关构，非为中华民国所有而与他国确有可证实之文化、历史或考古等方面相关联者，主管机关应加以记录保护及采取合理措施保持其最适状态，并得通知该国家。
第21条，中华民国为保存保护及管理水下文化资产，得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签订双边、区域、多边协定或国际文件，主管机关得就水下文化资产之调查、研究、发掘、保存、通知及相关技术等事项进行国际合作。第三章，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第22条，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其进行前应由学者专家、学术或专业之机构或团体提出水下文化资产活动计划，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使得为之。其向申请人为外国人者，应与我国学术或专业机构合作，使得申请。申请人于核准之活动进行期间，应依核定计划内容，定期制作活动海活动报告送主管机关备查。第一项活动进行之资格限制、活动核准之申请条件、方式、范围、期限、计划内容、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23条，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应受主管机关之监督，其向水下文化资产活动之作业方式、相关作业人员之资格、限地保存方式、出水方式、发掘出水后保存或保护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24条，进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遇有水下文化资产紧急保护必要者，应立即通报主管机关，并采取下列必要措施：一、立即停止相关活动；二、进行暂时性保护，并于工作完成后制作报告书送主管机关备查；三、请求主管机关协助。第25条，主管机关为监督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得派员或委托专业机构到场实施检查，受检人员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请向受检人员有规避、妨碍或拒绝行为之余，主管机关得请求海岸巡防机关或有权管辖之警察机关协助。第26条，主管机关得委任其所属机关构、委办地方自治团体或委托其他机关构、民间团体或个人办理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前向受委任、委办或受托之机关构、地方自治团体、民间团体或个人于进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活动前，应依第22条规定办理。第4章，水下文化资产之限地保存。第27条，水下文化资产应以限地保存为原则，前向限地保存得以列册管理、划设保护区或其他适当保存方式为之。第28条，主管机关经水下文化资产审议会之决议，任其应以保护区方式保护特定水下文化资产者，应会向有关机关于该水域范围内划设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并办理公告限地保存之。前向保护区划设前，主管机关应邀集于该保护区所在水域有利害关系之人民或团体，召开公听会或说明会，前会向保护区之划设基准、分级范围、变更废止与其程序、说明会之办理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以其他方式限地保存之文化资产，准用前三项规定。第29条，主管机关得请求有关机关以浮标、航道、驻导航设施、海图、全国海域管理计划或其他方式标示已公告之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位置，或其他已限地保存之水下文化资产位置。第30条，主管机关应就已公告之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会向有关机关订立管理保护计划，并进行管理保护，前向管理保护计划内容应包括下列事项：一、基本资料、位置、面积、水下文化资产内涵、研究概况及范围图示；二、分级范围；三、全程规划及通报机制；四、日常维护、环境景观之保全维护及记录；五、紧急维护、自然或人为破坏之预防及紧急灾害之处置；六、教育及宣导、文宣资料之制作、展示及教育活动，其经费来源；八、委托管理规划；九、其他管理保护有关事项。前二项所指管理保护计划之拟定、审议、公开展览管理方式、委托管理者之资格条件、委托之程序期限、终止监督及检讨基准等事项之实施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其他已限地保存之水下文化资产，准用前三项规定。
第三十一条，进入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者，应经主管机关许可，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内，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为下列行为：一、打捞水下文化资产；二、使用爆炸物；三、从事拖网下锚；四、探勘或采集矿物；五、铺设电缆、管道设施或结构；六、排泄废污水油、废弃物或有害物质；七、开挖浚深航道及施作海洋工程；八、潜水。九、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禁止之行为，为维护国防安全或避免紧急危难之必要，得不受前二项规定之限制。行为后应立即通报主管机关，但涉及军事机密或国防机密者，无需通报。为重大公共利益或学术研究之必要，经主管机关许可者，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进入与禁止行为许可之申请条件、期限、审议程序、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三十二条，水下文化资产管理保护及违法事项之处理，由主管机关得请求海岸巡防机关协助。第三十三条，主管机关为社会教育之目的，于不侵扰水下文化资产保存、保护及管理下，得开放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之全部或一部，提供公众观览，其上提供公众观览所设范围、观览方式、监控机制及其他相关事项，应纳入第三十条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管理保护计划中，据以实施。第五章发掘出水。第三十四条，水下文化资产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发掘出水：一、涉及我国之国家历史定位或认同；二、欠缺该水下文化资产会影响人类历史解释之完整；三、非重大商业交易价值，非发掘出水不足以保护；四、未进行水下文化资产调查研究之必要；五、因情况急迫或其存在环境变更，致非发掘出水不足以保存、保护或管理；六、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有发掘出水必要之情形。第三十五条，进行前条发掘行为者，除应依第二十二条规定办理外，应同时提出水下文化资产保存维护计划，并应优先使用非破坏性之技术及勘测方法。水下文化资产之发掘出水方式或紧急处理方式，应由水下考古、水下作业及保存科学等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第三十六条，发掘出水之水下文化资产及其发掘记录，应于主管机关指定期限内列册呈报。前项水下文化资产应依主管机关指定之方式保存维护，必要时主管机关得指定保存或典藏机关构予以保存维护。主管机关得自行或委任其所属机关构、委办地方自治团体或委托其他机关构、民间团体或个人办理发掘出水至水下文化资产之展览、教育或推广活动。第六章罚则。第三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金：一、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窃取水下文化资产；二、毁损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或暂时保护区内之水下文化资产；三、违反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将中华民国所有之水下文化资产运送出境；四、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未经主管机关核准进行水下文化资产活动；五、违反第二十二条第四项锁定办法规定，将水下文化资产发掘出水。其项之未遂犯罚之。犯第一项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均没收之，其全部或一部无法没收时，追征其价额或以其财产抵偿之。第三十八条，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因执行职务犯前条第一项或第二项之罪者，除依前条规定处罚其行为人外，对该法人或自然人亦可以同条锁定之罚金。
第39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一、违反第20条第一项规定，运输、持有、陈列或贩卖水下文化资产；二、未依第22条第一项规定申请核准、逾越核准内容，或未依主管机关核准之计划进行水下文化资产活动；三、违反第13条第一项规定，于发现水下文化资产或疑似水下文化资产时，仍持续从事影响水下文化资产或疑似水下文化资产之活动，致破坏现场完整性；四、违反第31条第二项或违反第13条第四项准用第31条第二项规定，有前项第二款至第四款情形之一，经主管机关命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或未依改正事项改正者，得按次分别处罚至改正为止。第4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一、违反第13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发现疑似水下文化资产未立即通报主管机关处理，或疑似水下文化资产已出水者，未立即送交主管机关处理；二、违反第25条第一项规定，规避、妨碍或拒绝检查；三、违反第31条第一项或依第13条第四项准用第31条第一项规定，未经主管机关许可进入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区或暂时保护区。第七章负责。第41条，因第37条第39条或前条各款行为之一，致水下文化资产受损害者，主管机关得依民法及其他相关法令规定，向各该条款规定应负责任人请求损害赔偿。其他海域活动致水下文化资产受损害者一同，请向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所失利益及恢复原状所需支出之各项费用。第42条，对于水下文化资产保存、修复、保护、管理、人才培育及教育宣导工作有贡献，或经核准进行各类水下文化资产活动著有绩效者，主管机关得给予奖励或补助，请向奖励或补助之范围、方法、内容、基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43条，本法施行细则由主管机关定制。第44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本会三读条已经宣读完毕，请问会有无要做文字修正？没有，本案做如下的决议：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草案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审查会所做的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内容。宣读附带决议两项：一、中央主管机关未进行调查、研究、发掘、修复及其他水下文化资产活动，得整合相关机关构执行上开事项，必要时得研议设置专责组织；二、水下文化资产保存之推动涉及多项国家安全与国际合作事务，原要求文化部于一个月内就相关问题之因应策略，会同外交部、国防部及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附带决议的内容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就照案通过。在本案里完成立法之后呢，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请村委员避寒。主席、王院长、李院同仁，自古以来，台湾便是海上丝路的必经之处，16世纪起更是东亚航运贸易的转口站，也是重要战略海域之一，穿梭于此的船舶不知繁几。本席认为，每一艘沉船都装载着一个年代的文化记忆，船只的沉没不是文化的终结，可以是另一个开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我国就以非缔约国身份投入水下考古技术研究与发展，以就地保存、非破坏性的探勘或开发、避免侵扰珍贵遗址等方式，遵守国际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公约。今天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的三读通过，是集结了各界的努力，透过跨部会、跨领域及技术的整合，在保护、保存、管理及推广
尤其是与国际保护公约接轨的立法精神下创制本法。本新的提案强调水下文资的国民素养教育奠基，并明定对推动有功的人员应该要有奖励机制。本法的推动过程着实不易，大家努力地完成我国第一部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这是落实我国海洋政策中提升国民海洋意识、明智利用海洋资源以及让世代子民永远享用海洋的重要法源依据之一。本法是本席是召集人以及提案委员，本席要感谢邱文燕委员以及曾经所有参与本法协商讨论的立院同仁、各界学者专家代表们。今天我们为水下文化资产保存迈出历史的第一步，期待未来水下文化资产的意义与价值可以借此而被更彰显。谢谢主席、王院长、立院同仁们，也恭喜文化部跟文化资产保存护局。请邱文文念。谢谢主席。2001年，联合国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要求各缔约方应采一切必要的措施，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保护水下文化资产。今天，立法院三度通过《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表征了尊重联合国公约的精神，担负起台湾保护水下文化资产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本席要特别感谢陈碧涵、招委、陈淑慧、郑丽君等委员。胡念祖教授和文化部的支持与协助，才使本法顺利通过。从2000年起，我展开相关的研究，筹办多次的国际会议。2005年进行东沙的水下考古的研究，曾经向中研院曹永和院士借阅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船的资料。曹院士不准我在书上做任何的折页或标记，他对书本的爱护和治学的严谨给我很大的启示，也让我在专业和立法上力求严谨和完美。过去10年来，我参与许多审查，了解到台湾周边水域拥有近百艘的沉船，包括光明舰、博哈罗号、苏布伦号以及绿岛一号等，十分珍贵而丰富，和大陆的南海一号、丹东一号致远舰或其他的国家的案例相较，一点都不逊色。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的重要内涵，不但尊重国际公约的精神，建立了水下资产普查、申请、审议、研究、通报、发掘、修复、保存、建档、权利归属、国际合作和划设保护区等管理机制，也强调了教育宣导和人才培育的重要性。未来我最希望能筹建国家级水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机构，并建立水下博物馆，使台湾展现保护人类共同资产的亮丽成果，并借此推动文化观光，让国内外罹难者的后代来到遗址凭吊先祖，了解台湾、认同台湾，进而支持台湾。本席的书面意见请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15案，金融机构合并法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4年11月1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潘兆喜委员为刚担任主席，对本案进行审查。会中除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曾主任委员明宗及财政部张部长审核，分别提出说明与回应委员提案，并答复委员质询外，另亦邀请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首长说明与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后完成审查。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潘兆喜委员为纲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召集委员潘文为纲做补充说明，不在场。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就通过本案建议啊，这个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金融机构合并法，请宣读第一条。第一条，为规范金融机构之合并，扩大金融机构经济规模、经济范畴与提升经营效率及维护适当之竞争环境，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第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条。
第二条，金融机构之合并依本法之规定，非属公司组织金融机构之合并，除依本法规定外，并准用企业并购法有关股份有限公司合并之规定，金融机构依其他法律规定，由接管人或清理人为合并者，其合并之程序优先适用各该法律之规定。宣读完毕。第二条，照此条例通过。第三条。第三条，本法之主管机关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宣读完毕。三条，照此条例通过。第四条。第四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金融机构指下列银行业、证券及期货业、保险业所包括之机构、信托业、金融控股公司及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定之机构；一、银行业包括银行、信用合作社、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卡业务机构及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定之机构；二、证券及期货业包括证券商、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证券投资顾问事业、证券金融事业、期货商、杠杆交易商、期货信托事业、期货经理事业及期货顾问事业；三、保险业包括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及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定之机构；二、合并指二家或二家以上之金融机构合为一家金融机构；三、消灭机构指因合并而消灭之金融机构；四、存续机构指因合并而存续之金融机构；五、新设机构指因合并而另立之金融机构。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五条。第五条，金融机构合并应由拟合并之机构共同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但法令规定不得兼营者不得合并。银行业之银行与银行业之其他金融机构合并，其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应为银行；证券及期货业之证券商与证券及期货业之其他金融机构合并，其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应为证券商；保险业之产物保险公司与保险合作社合并，其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应为产物保险公司。宣读完毕。第四条照第五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六条。第六条，主管机关为合并之许可时，应审酌下列因素：一、对扩大金融机构经济规模、提升经营效率及提高国际竞争力之影响；二、对金融市场竞争因素之影响；三、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之财务状况、管理能力及经营之健全性；四、对增进公共利益之影响，包括促进金融安定、提升金融服务品质、提供便利性及处理问题金融机构。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七条。第七条，金融机构经主管机关许可合并后，因合并而有不符法令规定者，主管机关应命其限期调整，前项同一业别金融机构合并时，调整期限最长为二年，但金融机构因合并而不符其他法令有关关系人、受信或同一人、同一关系人或同一关系企业受信规定者，调整期限最长为五年，必要时均得申请延长一次，并以二年为限。宣读完毕。第七条，照审查会条例通过。第八条。第八条，金融机构合并时，董理事会应就合并有关事项做成合并契约书，并附具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且经监察人监事或审计委员会核对之财务报表及财产目录，提出于股东会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同意之。前项合并契约书应记载下列事项：一、合并之金融机构名称、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之名称、总机构地址、业务区域及发行股份设股之总数、种类及数量；二、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因合并对于消灭机构之股东社员配发该机构或其他机构股份设股之总数、种类及数量，或换发现金或其他财产与配发之方法、比例及其他相关事项；三、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对债权人、基金受益人、保险契约权利人、证券投资人或证券或期货交易人之保障方式；四、存续机构之章程变更事项或新设机构之章程。宣读完毕。第八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九条。
第九条，金融机构合并时，除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应依证券交易法第36条第三项规定，于事实发生之日起2日内办理公告并申报外，应依前条规定为合并之决议后，于10日内公告决议内容及合并契约书应记载事项，得不适用公司法第73条第二项及其他法令有关分别通知之规定。该公告应指定30日以上之一定期间，声明债权人、基金受益人、保险契约权利人、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得于期限内以书面提出合并将损害其权益之异议。前项公告应于全部营业处所连续公告至少7日，并于新闻纸、网际网络或以主管机关指定之方式连续公告至少5日。金融机构未依前2项规定公告，或未对于在第一项指定期间内提出异议之债权人、基金受益人、保险企业权利人、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为清偿者，不得以其合并对抗之。但金融机构已对债权人、基金受益人、保险契约权利人、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提供相当之担保，成立专以清偿债务为目的之信托或证明无碍其权利之行使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第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条。第十条，信用合作社或保险合作社办理合并时，其决议应有全体社员或社员代表3/4以上出席，出席社员或社员代表2/3以上之同意。前项之决议，如由社员代表大会行之者，信用合作社及保险合作社应将决议内容及合并契约书应记载事项，以书面通知非社员代表之社员，或依前条第二项规定方式公告，并指定30日以上之一定期间为异议期间，不同意之社员应于指定期间内以书面声明异议，异议之社员达1/3以上时，原决议失效，逾其未声明异议者，视为同意。宣读完毕。第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行法第11条删除，现行法第12条删除，现行法第13条删除，现行法第14条删除，请宣读第11条。第11条，金融机构让与不良债权时，就该债权对债务人或保证人已取得之执行名义，其效力给予不良债权受让人。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之受让人，就已取得执行名义之债权，得就其债务人或第三人所提供第一顺位抵押权之不动产，委托经主管机关认可之公证第三人公开拍卖，并不适用民法债变施行法第28条之规定。公开拍卖所得价款经清偿应收在账款后，如有剩余，应返还债务人。前项公证第三人认可之条件、业务范围、负责人资格、废止认可及公开拍卖程序等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二项公证第三人得受法院之委托及监督，依强制执行法办理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受让人申请之强制执行事件。宣读完毕。第1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12条。第12条，拟合并之金融机构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时，应提出合并申请书，并附具下列书件：一、合并计划书，载明合并计划内容，含合并方式、经济效益评估、合并后业务区域概况、业务项目、业务发展计划及未来3年财务预测等事项，预期进度、可行性、必要性、合理性与适法性及第6条审酌因素之评估等分析。二、合并契约书，除应记载事项外，尚应包括对受雇人之权益处理等重要事项。三、存续机构及消灭机构股东会社员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四、金融机构合并之决议内容及相关契约书应记载事项之公告、通知等证明文件。五、请求收买股份之股东或退还股金之社员资料及其股金金额清册。六、独立专家对合并换股比率或换发现金或其他财产之评价合理性之意见书。七、申请日前1个月月底之拟制定合并自有资本事足明细申报表。八、最近一起经会计师查核签证或合约之财务报表及拟制定合并
合并财务报表。九、律师之法律意见书。十、其他经主管机关规定应提出之文件，因合并拟成立新设机构者，除应依前项规定办理外，并应由新设机构之发起人减负下列书件，向主管机关申请设立之许可：一、发起人名册；二、发起人会议记录；三、总经理、副总经理协理之资格证明；四、新设机构之章程；五、其他经主管机关规定应提出之文件。宣读完毕。第十二条照审查会条通过。第十三条，第十三条，金融机构经主管机关许可合并者，其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于申请对消灭机构所有不动产应登记之动产及各项担保物权之变更登记时，得凭主管机关证明进行办理登记，免缴纳登记规费，并依下列各款规定办理：一、因合并而发生之印花税及契税一律免征；二、其移转之有价证券免征证券交易税；三、其移转货物或劳务非属营业税之课征范围；四、消灭机构依银行法第76条规定承受之土地，因合并而随同移转与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时，免征土地增值税；五、消灭机构所有之土地随同移转时，除减款免征土地增值税者外，经依土地税法审核确定其限值后，给予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其应缴纳之土地增值税准予寄存，由该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于该项土地再移转时一并缴纳之，其破产或解散时经寄存之土地增值税应优先受偿。六、因合并而产生之商誉申报所得税时，得于15年内平均摊销。七、因合并而产生之费用于申报所得税时，得于10年内认列。八、因合并出售不良债权所受之损失，于申报所得税时，得于15年内认列损失。前项合并之金融机构，其亏损及申报扣除年度之会计账册簿具完备，均使用所得税法第77条锁定之蓝色申报书，或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且如期办理申报并缴纳所得税额者，合并后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于办理营业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时，得将各该办理合并之金融机构于合并前依所得税法第39条规定之各级亏损，按各该办理合并之金融机构股东社员因合并而持有合并后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股权之比例计算之金额，自亏损发生年度起10年内，从当年度存益额中扣除。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得计受合并之财产或营业部分依相关法律规定已享有而尚未届满或尚未抵减之租税奖励，但以合并后存续或新设机构中属合并消灭机构部分原适用之范围为限，且其计受之租税优惠属应符合相关法令规定之奖励条件及标准者，于计受后仍应符合同一奖励条件及标准。宣读完毕。第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四条，第十四条，金融机构概括承受或概括让与者，准用本法之规定。外国金融机构与本国金融机构合并，概括承受或概括让与者一同，但外国金融机构于合并概括承受或概括让与前，于中华民国境外所发生之损失，不得依前条第二项规定办理扣除。金融机构依其他法律规定，由监管人或经理人为概括承受、概括让与、分次让与或让与主要部分之营业及资产负债者，除优先适用各该法律之规定外，准用本法之规定。金融机构为概括承受、概括让与、分次让与或让与主要部分之营业及资产负债，其债权让与之通知得以公告方式代之。承担债务时，免经债权人之承认，不适用民法第297条及第301条规定。第一项，外国金融机构与本国金融机构合并，概括承受或概括让与，申请主管机关许可，应减负之书件，应践行之程序，准用本法规定之范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五条。第十五条，金融机构依本法合并改组或转让时，其员工得享有之权益，依劳动基准法之规定办理。宣读完毕。第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第十六条，照审查会条通过。全案经过二读，请院会可否继续进行三读？没有意见，就继续进行三读。现在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一条，为规范金融机构之合并，扩大金融机构经济规模、经济范畴与提升经营效率及维护适当之竞争环境，特制定本法。第二条，金融机构之合并依本法之规定，非属公司组织金融机构之合并，除依本法规定外，并准用企业并购法有关股份有限公司合并之规定。金融机构依其他法律规定，由监管人或经理人为合并者，其合并之程序是优先适用各该法律之规定。第三条，本法之主管机关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四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金融机构指下列银行业、证券及期货业、保险业所包括之机构，信托业、金融控股公司及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定之机构；一、银行业包括银行、信用合作社、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卡业务机构及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定之机构；二、证券及期货业包括证券商、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证券投资顾问事业、证券金融事业、期货商、杠杆交易商、期货信托事业、期货经理事业及期货顾问事业；三、保险业包括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及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定之机构；二、合并指二家或二家以上之金融机构合为一家金融机构；三、消灭机构指因合并而消灭之金融机构；四、存续机构指因合并而存续之金融机构；五、新设机构指因合并而另立之金融机构。第五条，金融机构合并应由拟合并之机构共同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但法令规定不得兼营者不得合并。银行业之银行与银行业之其他金融机构合并，其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应为银行；证券及期货业之证券商与证券及期货业之其他金融机构合并，其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应为证券商；保险业之产物保险公司与保险合作社合并，其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应为产物保险公司。第六条，主管机关为合并之许可时，应审除下列因素：一、对扩大金融机构经济规模、提升经营效率及提高国际竞争力之影响；二、对金融市场竞争因素之影响；三、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之财务状况、管理能力及经营之健全性；四、对增进公共利益之影响，包括促进金融安定、提升金融服务品质、提供便利性及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第七条，金融机构经主管机关许可合并后，因合并而有不符法令规定者，主管机关应命其限期调整，且向同一业别金融机构合并时调整期限最长为二年，但金融机构因合并而不符其他法令有关关系人受信或同一人、同一关系人或同一关系企业受信规定者，调整期限最长为五年，必要时均得申请延长一次，并以二年为限。第八条，金融机构合并时，董理事会应就合并有关事项做成合并契约书，并附具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且经监察人监事或审计委员会核对之财务报表及财产目录，提出于股东会、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同意之。前项合并契约书应记载下列事项：一、合并之金融机构名称、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之名称、总机构地址、业务区域及发行股份设股之总数、种类及数量；二、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应合并对于消灭机构之股东社员配发该机构或其他机构股份设股之总数、种类及数量，或换发现金或其他财产与配发之方法、比例及其他相关事项；三、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对债权人、基金受益人、保险契约权利人、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之保障方式；四、存续机构之章程变更事项或新设机构之章程。第九条，金融机构合并时，除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应依证券交易法第36条第3项规定，于事实发生之日起2日内办理公告并申报外，
应依前条规定为合并之决议后，于十日内公告决议内容及合并契约书应记载事项，得不适用公司法第73条第二项及其他法令有关分别通知之规定。该公告应指定30日以上之一定期间，声明债权人、基金受益人、保险契约权利人、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得于期限内以书面提出合并将损害其权益之异议。前项公告应于全部营业处所连续公告至少7日，并于新闻纸、网际网络或以主管机关指定之方式连续公告至少5日。金融机构未依前二项规定公告，或未对于在第一项指定期间内提出异议之债权人、基金受益人、保险契约权利人、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为清偿者，不得以其合并对抗之。但金融机构已对债权人、基金受益人、保险契约权利人、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提供相当之担保，成立专以清偿债务为目的之信托或证明无碍其权利之行使者，不在此限。第10条，信用合作社或保险合作社办理合并时，其决议应有全体社员或社员代表3/4以上出席，出席社员或社员代表2/3以上之同意。协商之决议，如由社员代表大会行之者，信用合作社及保险合作社应将决议内容及合并契约书应记载事项，以书面通知非社员代表之社员，或依前条第二项规定方式公告，并指定30日以上之一定期间为异议期间。不同意之社员应于指定期间内以书面声明异议，异议之社员达1/3以上时，原决议事项与其未声明异议者视为同意。第11条，金融机构让与不良债权时，就该债权对债务人或保证人已取得之执行名义，其效力给予不良债权受让人。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之受让人，就已取得执行名义之债权，得就其债务人或第三人所提供第一顺位抵押权之不动产，委托经主管机关认可之公证第三人公开拍卖，并不适用民法债变施行法第28条之规定。公开拍卖所得价款经清偿应收账款后，如有剩余应返还债务人，前项公证第三人认可之条件、业务范围、负责人资格、废止认可及公开拍卖程序等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二项公证第三人得受法院之委托及监督，依强制执行法办理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受让人申请之强制执行事件。第12条，拟合并之金融机构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时，应提出合并申请书并附具下列书件：一、合并计划书，载明合并计划内容、内涵、含合并方式、经济效益评估、合并后业务区域概况、业务项目、业务发展计划及未来3年财务预测等事项，预期进度、可行性、必要性、合理性与适法性及第6条审酌因素之评估等分析。二、合并契约书，除应记载事项外，尚应包括对受雇人之权益处理等重要事项。三、存续机构及消灭机构股东会社员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四、金融机构合并之决议内容及相关契约书应记载事项是公告通知等证明文件。五、请求收买股份之股东或退还股金之社员资料及其股金金额清册。六、独立专家对合并换股比率或换发现金或其他财产之评价合理性之意见书。七、申请日前1个月月底之拟制性合并自有资本事足明细申报表。八、最近一期经会计师查核签证或合约之财务报表及拟制性合并财务报表。九、法律律师之法律意见书。十、其他经主管机关规定应提出之文件。因合并拟成立新设机构者，除应依前项规定办理外，并应由新设机构之发起人减负下列书件向主管机关申请设立之许可：一、发起人名册；二、发起人会议记录；三、总经理、副总经理协理之资格证明；四、新设机构之章程；五、其他经主管机关规定应提出之文件。
第十三条，金融机构经主管机关许可合并者，其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于申请对消灭机构所有不动产，应登记之动产及各项担保物权之变更登记时，得凭主管机关证明进行办理登记，免缴纳登记规费，并依下列各款规定办理：一、因合并而发生之印花税及契税一律免征；二、其已转之有价证券免征证券交易税；三、其移转货物或劳务非属营业税之课征范围；四、消灭机构因银行法第76条规定承受之土地因合并而随同移转与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时，免征土地增值税；五、消灭机构所有之土地随同移转时，除前款免征土地增值税者外，经依土地税法审核确定其限值后，给予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其应缴纳之土地增值税准予寄存，由该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于该项土地再移转时一并缴纳之，其破产或解散时经寄存之土地增值税应优先受偿；六、因合并而产生之商誉申报所得税时，得于15年内平均摊销；七、因合并而产生之费用与申报所得税时，得于10年内认列。八、因合并出售不良债权所受之损失与申报所得税时，得于15年内认列损失。其向合并之金融机构，其亏损及申报扣除年度之会计账册不需完备，均使用所得税法第77条锁定之蓝色申报书，或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且如期办理申报并缴纳所得税额者，合并后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于办理盈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时，得将各该办理合并之金融机构与合并前依所得税法第39条规定之各期亏损，按各该办理合并之金融机构股东社员因合并而持有合并后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股权之比例计算之金额，自亏损发生年度起10年内，从当年度纯益额中扣除。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得继续合并之财产或营业部分，依相关法律规定已享有而尚未届满或尚未抵减之租税奖励，但已合并后存续或新设机构中属合并消灭机构部分，原适用之范围为限，且其计受之租税优惠属应符合相关法令规定之奖励条件及标准者，予以计受后仍应符合统一奖励条件及标准。第14条，金融机构概括承受或概括让与者，准用本法之规定。外国金融机构与本国金融机构合并，概括承受或概括让与者一同，但外国金融机构与合并概括承受或概括让与前，与中华民国境外所发生之损失，不得依前条第二项规定办理扣除。金融机构依其他法律规定，由监管人或经理人为概括承受、概括让与、分次让与或让与主要部分之营业及资产负债者，除优先适用各该法律之规定外，准用本法之规定。金融机构为概括承受、概括让与、分次让与或让与主要部分之营业及资产负债，其债权让与之通知得以公告方式代之，承担债务时免经债权人之承认，不适用民法第297条及第301条规定。第一项，外国金融机构与本国金融机构合并，概括承受或概括让与申请主管机关许可，应减负之书件，应践行之程序，准用本法规定之范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15条，金融机构依本法合并改组或转让时，其员工得享有之权益，依劳动基准法之规定办理。第16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奥运会三读条文已经宣读完毕，请奥运会有无要做文字修正？没有，本人就做如下决议：金融机构合并法修正通过。奥运会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到此为止，下午5时起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
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请江启臣委员发言。江启臣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陈碧涵委员发言。本席及本院委员杨丽环等十二人提案，有鉴于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行政院以创梦启发、圆梦辅导、投资融资及创新研发四大主轴，汇集十三个部会四十八项计划，扶植青年创业，发挥创意，加强产业创新，以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竞争力。然而开创是需要具备冒险性格、前瞻思维及敏锐洞察力，这是需要从小以多元自由的学习情境去诱导和激发。原子建请教育部鼓励各级学校建制具特色的环境、学习环境和风气，培养学生自主学习、适性发展、关心国际、全视野等特质，以孕育具备开创格局之新世代，是否有当提请公决。本院委员陈碧涵、杨丽环等十二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以后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请黄志雄委员发言。黄志雄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陈淑慧委员发言。陈淑慧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李桂明委员发言。主席、历任同仁，本席及本院委员等十一人，鉴于网络科技快速发展，金融科技以为未来新兴趋势，近年来 P2P 借贷平台在英国、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等国迅速发展，都利用网络媒合个人间的贷款服务。但是如果没有健全监管的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配套，恐怕有非法诈骗、监管权责不明以及法律不明确等诸多的风险，难以保障借贷者的权益。为此建请行政单位立即查明并评估各国实际运作的情形，以及严拟相关的监管配套措施，来健全我们的金融法治，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李桂明等十一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请叶金玲委员发言。叶金玲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简东明委员发言。简东明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周尼安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周尼安等十二人，鉴于法务部施行酒驾再犯发监标准，采取所谓三证法案，明定五年内三度酒驾者即发监后，造成监所负担急速增加，人满为患无法负荷。按酒驾累犯者多属行为人自身具有酒瘾、酒癖，如不接受医学戒酒治疗或改善生活，单纯发监无助于减少酒驾累犯之发生。因此本席原提案要求法务部尽速重新审视制定酒驾再犯发监标准，并与卫福部共同研拟酒精成瘾者戒治辅导之保安处分，针对因酒瘾酒癖而累犯酒驾之行为人，一方面将是否发监的裁量权交还承办检察官，依照个案严重性自行判断；另一方面，能够借由侦查期间的认罪协商程序或审判完成，还透过保安。本院委员周尼安等十二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议会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本院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案，由周委员尼安代表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本月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有鉴于交通部2014年11月19日公告，大幅放宽中国旅行团配额上限，每天暴增3000人，增加幅度达60%，已经是今年的第二次放宽配额，人数从去年4000人暴增1倍到8000人。说穿了，就是观光局为了要让今年千万旅客来台的目标达阵，不惜在选前敏感时刻大幅放宽限额，严重影响台湾旅游品质，更排挤欧美观光客以及台湾本国人的国民旅游权益。原此要求交通部不应随之起舞，开放限额暴起暴落，并应开拓不同客源市场，建立永续深度旅游环境。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后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请罗明才委员发言。主席、各委员，大家好。本院委员罗明才、林德福、费宏泰、罗淑蕾、李同豪等18人，鉴于自来水自供应是攸关民生权益的议题，而近日万众瞩目的迁水管问题更危害到民众生命与健康，行政部门应紧速进行汰换迁水管制工程。原此，本席要求行政院应提出具体施工进度，并于民国104年12月31日前全面更换全台迁水管管路，或至少要定案确定，必要时动用第二预备金以为指引。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我想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哦，那地方不能做的就由中央统筹来办理，希望事权统一哦，来照顾全民健康的问题。谢谢。本院委员罗明才、林德福、费宏泰、罗淑蕾、李同豪等18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请王玉明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王玉敏、李桂敏等12人临时提案，有鉴于行政院消保处近日公布儿童课后照顾中心定型化契约规定调查，发现不合格比例高达45%，恐造成学童权益受损，另查坊间亦常见未立案安亲班林立与补习班业者违规兼营安亲班等违法情况，原建请教育部督促各县市教育局针对课后照故机构进行全面性稽查，要求不合格业者依法限期改正，另辅导未立案课后照顾服务机构尽速立案，并持续列管追踪改善，以维护家长孩子权益。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王玉敏、李桂敏等12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请蒋乃馨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江慧珍、杨丽环、黄伟哲、陈怡杰等20人，针对美国目前批准基因改造鲑鱼可以供人类食用后，该国专家与消费团体批评基改鲑鱼是科学怪鱼，有害人类健康及破坏生态环境，且大型卖场纷纷抵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养殖的基改鲑鱼一旦外流会造成不确定的环境风险。为维护国人饮食安全及预防不确定的环境风险危机，本席等要求政府禁止基改鲑鱼进口，建立完备的基改检测规范和追踪管理机制，以防堵基改动植物流入国内。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馨、江慧珍、杨丽环、黄伟哲、陈怡杰等20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请卢秀燕委员发言。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赖世宝委员发言。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吴玉生委员发言。主席，本院委员吴玉生、李桂敏等14人
有鉴于自从茶饮料农药风暴之后，越来越多的民众从茶类的饮料改喝果汁，食品安全相关议题屡屡受到国人强烈的重视。以我国的饮料市场量，2014年的产值542亿来看，其中有58亿的产值来自果汁。国人购买市售果汁，吸收水果营养当作追求健康的便利途径之一。既然卫福部104年6月24号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的标准，定出多种果汁农药残留容许量，就应该见即履即，立即启动进口浓缩果汁原料及全国市售果汁包装饮料农药残留抽检的专案稽查，以保障国人安全，维护食品安全及品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吴玉生、李桂敏等14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议会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请卢嘉诚委员发言。本院委员卢嘉诚、惠宏泰等13人，有鉴于今年暑假以来已发生至少5起 BB 枪伤人、车及动物的事件，本席认为市售 BB 枪属危险性商品，且无有效管理，商家皆可任意贩售，已有安全疑虑。政府应紧速立法管制，不让 BB 枪、空气枪、瓦斯枪等商品游走灰色地带，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卢嘉诚、费鸿泰等13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现在散会。